的那个银行，哦，的功德银行的存折越多越好，因为呢，那个我们银行存的越多越好了。事实上，我们在世界上呢，就是想钱存的越多越好啊，因为钱就是在世上给我们哦用的哦。我们的福报越多，那我们累积的财富就越多。但是我们财富呢，我们带不回去。哦，我们以后回天呢，我们就只有带着功德跟罪过和没回去而已。所以呢，我们现在在世上不但呢要赚新台币，也要赚天币。哦，我们要是没有天币，我们只是在世上这个享福，以后回去无功无德，对不对？那边的存款没有很多，那我们到那边过的也是一件不好了。就好比我们在世上一样，你钱赚的不够多，银行存的不够多，你在世上辛苦生活就会比较困苦一点，哦，但是大家都想说啊，钱要存得多，但是佛学自然讲一句话，成功一定要靠努力，但是呢，努力不一定会成功，因为我们的福报是累世修出来的，哦，是累世修的，有的拼命赚钱，但是那福报不够，就是不会存得很多。在大学有讲啊，财者末也，德者末也。财者呢，哦，就是咱的有德告财，你若无德，你就无财就对。哦，所以我们既然求得到，也在那个天上开的口，我们就要把我们的功德，哦，存得越多越好。积分就是我们要把那个积分哦，修得越多越圆满越好，就是了。大家都朝向那个目标了。要把功德能存得满满的，以后边回去呢，哦，才有得用啊，是不是？哦，啊，大家都尽量朝向那个目标去走。那我们就欢迎我们今天的巧如讲师，哦，来给我们讲的这个功德银行。好，我们欢迎巧如讲师。好，各位前贤，大家晚安。是，道学是巧如。很高兴可以在这个地方，就是跟各位前贤在这个线上哈。那首先后学要感谢天恩的师德啊，祖师的弘慈，师尊师母两位老大人的大恩大德，以及何老前人的五大牺牲啊，前人、后前人点传师的提携与栽培，还有灵任慈悲哈，邀请后学，让后学有这个机会跟各位前贤大德在这个安静的夜晚可以共结这个善缘哈，跟各位报告一下针对这个圣训的选读功德银行的部分，给各位做一个报告。是，那在报告之前呢，后学其实有看了蛮多的资料，那后学有发现，当我们在进入到佛堂的时候，我们是必须要先知道一些身为修行人必须要知道的一些课程的如果您是一个修道人身为一个修道人的话，有四门必修的课程，分别是品格、功德、火候及礼节。可见品德在这件事情呢，身为一个修道人是必须要去修习的必修课程。那在这个曾经有前人先说修道品格验当先，再培功德立志前，火候练足性光现，佛闻约礼法圣贤。那可见呢，功德就是成圣成贤的一个主要条件我们都知道哈人就是还没有修行满果功的佛，那佛呢可以说是就是已经有修行满果功的人了。那因此我们要成为佛呢成圣成贤呢，这个功德是必须要去做修行的。但是功跟德一样吗两个其实是不一样的我们有
俗云哈，有功无德便是魔，有德无功道难成，有道有德胜佛仙。可见功跟德是都必须要具备的，是缺一不可的哦。那这边是后学对于功德这个部分呢，跟各位做一个简概的一个大要，可见功德的一个重要性。那后学今天的报告呢，会分为这五大的一个重点。首先会先各位报告我们这个功德银行的盛讯是从何而来，那它这一个渊源呢，是与哪些的资料是有相互关联的。那除了有这一个盛讯的这一个功德银行的内容之外呢，济公老师也有曾经针对功德银行的这一个盛讯再另外做另批了一个词讯啊，其实是同一天给的哈，但是两个内容是有一点点不同的，那我们稍后也可以来一起研讨一下。那除了原本的第一、第二、第三章节所要报告的这些关于功德银行的资料之外，然后最后第四点是后学这边在参考了一些不同的人才教育班、培训班各个班程的里面的内容之后，认为有一些是身为一个修行人积功累德的一个实施的要点，可以有一些比较实际的作为可以给各位前贤去做参考，让各位有所依循，知道如何去累积自己的功德。因为我们如果只是单纯的讲理论而没有实务的话，这样子是很难去完全的学习到跟完整的轮廓的。所以后学会希望是除了讲圣训的由来跟内容之外，也会给各位一些要点，让各位知道怎么样去执行在自己的生活之中。那最后呢，就是告诉各位是说我们这个功德银行是要为谁而存啊，一个善歌好来做一个结尾。首先是这个功德银行的由来，那功德银行这个是我们上天慈悲好，它是在一个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内，以十个月的时间啊，在我们法仪崇德的这个海内海外的道场，它有很多很多的班程啊，有不同的仙佛，有济公活佛、天南古佛中华圣母、不休息菩萨等多位的仙佛一起合批做完成的。所以它不是呢一个时间之内马上直接蹦就跑出来的，它是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慢慢的累积，慢慢的累积先有一个完整的全文，然后在这个全文当中又有一个训中训，那训中训当中又衍生了另一个训中训，它是环环相扣的哦。首先呢，它的最起初的这一个训文是财法无畏师法轮八宝图，那它在一个法轮八宝图的图样非常的玄妙，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图示，我们稍后可以下看哈。那在这个八宝图当中呢，它就有一个功德银行图去作为这个本训。那在这个功德银行的图当中呢，它也会有一个训中训，那就是我们之后又称之为的一本万历。那这个层层道训相互相照呼应了，是一个非常玄妙的事情哈。而且啊，它不仅是层层的套训而已，它在这一个训跟训之间组合的方式啊，不是只有纯文字而已哦。以往我们所知道的这个圣训啊，都是用字去连起来的或者是由上而下、由左而右去读但是它这一个训文不一样哦，它除了有用文字之外，它还用了我们这个中华古大精神的这个书法，用不同的书体不去撰写而成它除了用这个不同的书体写成之后呢，产生出来的这一个训文还可以用图像、用图文的方式去呈现，而且它这个图号是一个虽然我们说是银行号，但是它其实看起来就像是一座庙一样。那它这个庙里面呢，有梁、有柱，上面有龙柱，下面有底基，还有大门，还有匾额，它
它这个所有的图像去结合里面图像所压在上面的文字，再去组合成我们这个功德银行图的。好，相信各位前线现在应该就会针对这个法轮八宝图哈，台法卫士法轮八宝图会非常的有兴趣。到底是哪几个书体呢？来，各位前线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右手边的这一张图啊，这个是一个小图的图示，给各位去做一个就是示意的哈，等一下会再放大给各位看。是，那首先呢，这一个图的名字它就叫做财法无畏师，那它这个名称也同时是它这一个训文的这个文字的顺序。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我们现在看到的右上角这一张图的这一个字号，它是右上角的这一个，它是一个以隶书撰写而成的财，好，它跟我们平常看到的财的文字，我们是这样子撇，这样子写嘛。但是因为它是书体的不同，而造成它不一样的形象的。它里面有组合的一个，从我们最上面这边开始，有组合的一个里面的文字，有没有看到这个红色的这个地方？它有压出一些文字出来，但是它里面的文字的顺序哈，不是只有简单的绕一圈两圈而已哦，它是跟着我们的笔画而写的，它是非常玄妙。那我们看完台之后再来看看法，法呢是以隶书，它就是从这个地方啊，常福会想教化鼓励提啊宣啊，这样子的一个一点一点一点，每一个点上面压的这些字啊，这些文字所组合的一首诗，它不是我们所习惯性看的从上而下从左而右哦。啊，大家要知道齁，这一篇训文最一开始是没有这五个字在上面的时候，它就是一个长篇的啊，像百孝经一样这样长长一篇的这个训文这个图齁。大家当初一开始看是看不出来它里面是有藏训的，这之后又有仙佛下来慈悲的。那再来我们看这个无哈，它这个无也是用草书，会也是用草书，这个字体是我们比较不常见的啊，可见它这个仙佛哈也都很了解不同的书体造就出来的这个样貌，可以组合出不一样的一个形象啊。最后就是这个狮字哈，在中间也是从这个红色的地方这样子去把这个字哈我组合而成啊，我就觉得这一个。去制作这一张图的前贤啊，可能是很多很多位的前贤一起去组合的啊，非常非常的用心，非常的有智慧。必须要说哈，可以又同时用不同的书体，然后不同的文字，在这一张图上面去压画出它的位置之外，它也是用了啊这个书体的文字的这个形象去做一个呈现，这非常的不容易。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放大之后的样子啊，不好意思，因为这个图呢它是那个原图去放大的，所以会有一些模糊，那没关系，后学稍微念了一下这个文字里面的顺序。好，我们从这个地方开始哦，那个九品莲台卢氏基之后又从后学继续念哈，此错警惕勾再继续念是这个地方勾，然后是会庄正房檐，会庄正房檐啊，这个字顺序不是我们所知道的这个顺序哦，非常难以去理解。但是呢，我们就是大概知道一下它的文字是由这样子不同的字体去做呈现的。无畏诗嘛，这个诗的字呢，它这个大的图又概括很多的很多的文字。那这些文字组合起来之后会长什么样子呢？这个训中训之后就会结合出我们这个功德银行的文字了。然后大家把这个功德银行的文字仔细去看哈，九品莲台卢氏基是不是刚刚就是后学所念的第一句话呢？后面呢是坐井替勾会庄，那它这个内容呢，就是刚刚我们最大最大那一个法轮八宝图里面所五个文字里面去组合合成出来的。那在这一个功德银行的训文当中，有没有发现它也是压了一个图示？那这个图示呢，便再从这个图示里面呢，又
可以再勾勒出一个新的讯文，这个就是所谓的讯中讯。然后这个新的讯文的文字的顺序也是很特别哦，它并不是说从我们最前面说哦，从这边往下往左再往上，不是的，它是从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开始，最高的这个地方开始往下绕过来，再绕下来，跟着这个轮廓绕的一圈，然后学稍稍的念一下修道须明本心，自系圆陀放光，灵明智不净谋，山雾不障真人。然后发现它的文字的顺序是这样子绕下来绕过来的，可见这个仙佛是非常的有智慧的。可以看到这一张图的下方下方的这个文字这边就有写到，它是由不同的这些仙佛在不同的时间，我们看到2013年的10月27日，2013年的11月4日都在不同的点，这个是在海关市，这个在海内冈山，然后这个在山里的天素坛的2013年11月7日，这个才是隔三天后。在这个7号的隔天相信这应该是这个仙佛班的还有江莲观山里的这个另外一个坛天理坛再去做这个最后的结尾。那因为后学在查询这个资料的时候不太容易能够去区分出它的文字是到哪一个部分是在哪一天完成的。这边后学的书师这个文资料实在是不太容易去找到。但是能够就后学的这个理解是我们主要是注重在这个文字的部分去衍生出它这个含义涵养出来，去作为自我修持的一个路径。所以说这些资料是在什么时间点在什么地方各位有一个各位前行有一个概念我们把这个概念呢存放于心，我们重点还是必须要放在它这一个讯文里面当中的内容的。这那后学呢这边就是以这个就是浅显的这个方式呢去稍稍的去做一个解释那这个后学这个讯文呢是整篇看下来就是差不多2-3次，但是后学觉得必须要抓一些重点出来。那如果说一句一句的话这个太冗长了，后学觉得也会反而让各位浅显比较不容易去做一个吸收。那后学这边抓了几个重点是认为是他这边主要的大方向，首先他是先让各位前贤要先知道，就是每一个人都是尚未成果的一个佛。那其实我们在下来下凡之前，在下来了愿之前，我们其实在天上都有自己的位置我们都有自己一个应该要归属的一个地方。是，那这一个归属的地方我们也可以是称作是它是一个极乐世界，它也可以说是一个天堂，那也可以说是它是我们原本的这个根源那我们如果说在我们这个人世间能够修行到了一个程度，能够去让我们的这个功德达到一个程度，我们就有机会再回去我们原本的这一个地方。但是呢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想要回去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在这一个世间我们会有神，会有佛，会有仙，会有人，会有不同的这些形象的这一个展现。但是呢大家其实在一开始的根源是一样的，但是我们这些兄弟姐妹们可能是会因为这个累世累劫的这个因缘，而导致是说他没有办法立即的马上的去回到他原本应该的位置。那我们在看到自己的兄弟姐妹，看到自己的这些好伙伴们在人世间可能有一些地方是他们自己没有办法去开悟的。或许举一个例子，我们比较常听见的就是一个人如果情绪烦躁，或者是这一个人比较容易往坏的地方想，或者是这个人很
容易的去有不同的情绪的展现啊、甚至是会被称作是一些比较科学的称法，比如说像是躁郁症啊、忧郁症啊、强迫症啊，这个我们都非常常听到的哈、这些症状。为什么后学说是症状不是一个病哈？其实后学是这样理解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生长环境，那有不同的因缘，那不同的因缘也造就出不同的果，那这些果是如何去展现的，在每一个生命当中，在每一个众生的这个灵性当中，他们展现的方法、方式、量体都不一样，那因此他们也许自己也没有办法控制啊，为什么？这就是他累世的果啊。那我们如果说以这个世俗的这个角度去看的话，我们就会称作是他生病了。那这个人也许病的并不是在他的身体啊，而是在他的情绪，在他的这一个生命当中本身就有这样子的一个病根。那这个病根要怎么办？他必须要去用不同的方式去修、去改、去换、转念，再去慢慢的降低。有的时候并不是人的一个一世哈，就可以把这样的一个累世的果去马上去做疗化。但是如果这一个他的能够开灵、开智慧到一个圣佛先贤的一个程度，哎，那就不一样哦。那他就是很有可能会因为他这一个这个功德的这一个展现，去累积出他与一般凡人不同的一个福慧，能够去延绵出他更多更多的一个展现，能够让他去降低他这个果的一个后果。好，那我们就是知道说不同的兄弟姐妹当中都有这些累世因缘啊，因为我们人人都存有这个慈悲之心、仁爱之心，我们会希望用自己的力量身体力行，实际的脚踏实地的去参与我们不同的生命当中所发生的一切的事物。后学用浅显易懂的方式去说哈，比如说我们在路边看见小朋友、小动物，我们都会很自然而然的觉得啊，这一个好可爱啊，他好善良啊，这个我好喜欢啊。但是你所发出的这一个意念呢，是真的你所发出来的吗？还是是因为你眼睛看到了这一个形象之后，你所就是这个社会化的一个标签，你就会跟着去做一个描述呢？那再举例哈，如果今天你看到一个老人在路上，但是他做了很可爱的事情，你会说这一个老人很可爱吗？你是因为他可爱，还是因为他做的事情可爱？你是因为他的生命的真诚的展现而觉得可爱呢？我们这个生命的展现的这些行为啊，我们都必须要去追根究底的去了解，它并不是临时的。我们所发生的一切一切的事物，你所看见的，你所接收到的，它都是有一定的因缘在的。我们常说哈，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凡事是没有巧合的，一切都是由因缘而成的。那我们在遇到这些无论是顺势不顺势、顺心不顺心的事情的时候，你是不是会有不一样的想法展现呢？哎，这时候就是我们修行人去累积自己功德的时候了。为什么呢？他在这篇询问有讲到，我们如果是在这个点点滴滴当中能够去用自己的智慧去放光明，去做一个取舍啊，在你这个真心真爱公正道义的这个心思之前，我们先
啊，观自在菩萨，我们先往回看看自己的内心，看看自己的真诚真主人，可以用手旋的方式让自己的心定下来，在默念三宝的方式去找回自己真正最初最初的那一个意念。你所现在想到的这些内容真的是你所想的吗？在这个玄妙之间，玄观之间去做一个收放，再去回想这一件事实的时候，你会发现啊，事实好像不是我所想的，而是它是有更深的一层的含义的。好，那后学在这边稍稍的再去做一个解释，好，就是我们在这一个功德修行的这一过程当中，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些就是不顺心的事情，为何呢？啊，当然凡事的因缘果报在自己的身上都一定都知道是可能有所因的，但是你可以把这一些果在自己身上的时候想成是你是因为你还有需要去修的这一些课程，你有一些人生的课题，你没有去把它给完成。所以上天会让你不断的不断的用不同的方式，由不同的众生，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间，甚至是在你不同的身份的状况之下去面对到类似的问题。这些类似的问题其实仔细想想，会不会它都是同样的一个原因呢？我做什么事情都很不开心，真的是因为别人做的事情让我不舒服吗？还是是因为我的内心少了一个耐性，少了一个毅力，能够去安顿的安静的稳定的把一件事情完成呢？这样子我们常常的去反思自己，反观自己，你会发现你所遇见的一切的不顺遂，都是帮助你成就你未来更加顺遂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呀。你这样子的去做转念之后，这就是你的一个智慧的展现。那你智慧展现之后，再去行出来的一切的事物，会不会就有可能会是你未来累积功德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呢？为什么后玄没有直接说为了要累积功德而怎么做怎么想？是因为我们都会希望大家是能够经由自己的自身，自然而然的去展现这些放光明的这个自信佛的。好，那我们就会希望是用这个最基本的存好心、说好话、做好事的这一些基本的这些日常功课当中，去衍生出属于您自己的这个功德，在存放进属于您自己的功德银行的。好，那刚刚有提到这一个功德银行的这一个图当中我们其实里面是还有一个训中训的。那针对这个训中训呢，活佛师尊他在11月10号的时候，就在这一张图做完的这个隔两天他有批了一个训文，叫做三施众福慧不离方寸，行善秉无念得言子孙。好，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地方，刚刚后学讲的是这个地方，就是在刚刚前一张图做完了这张图之后呢，又有仙佛慈悲把这张图上面的那个功德银行的文字再批出来成这一个训中训，在同一天也是11月8号。那在隔两天呢，他才把这个训中训的文字再去把它完善了之后呢，他又针对这一整篇的训去做了一个诗批，认为我们是必须要去做这个三施众福慧的。那我们这个行善秉无念呢，便是刚刚后学有提到的，你去看这个别人
所发生的一切事物的时候，你要反观自己，去这个念头究竟是别人所影响你而产生的，还是是因为你自己的真主人发出的这个善知识、善因缘而出来的。那我们这一个这个因缘的这个一念之间，哈，是能够让你的福慧、让你的仁德去后移到这个子子孙孙的。而这个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都称这个孔老夫子是至圣先师，但是你看他这个春秋战国时代的这样一个人，都事隔了这个千千年年哈，为什么过了这么久之后，我们都还记得这一个人，甚至是连他的后代的子孙都跟着有所受惠，就是因为他当时的这个行善的这个这个善事善功而得到的一个善果嘛，那他这个德性能够让这个子子孙孙也都跟着受到我们众人的敬仰。好，这是一个德言子孙的一个案例哈。那这个训中训里面的文字呢，有看到的里面有一本万利的这个红色的文字，大家有注意到一本万利的这个红色文字也是压在这个它原本的那个内容上面的，那也是从这个一本，看到它这个文字的写法哈，好万这样子利，这个文字的这个顺序的位置所压的这个字哈，正好就是成就了这个训中训。哎，我们已经到了第三层的训中训了哦。从一开始的八宝图，就是然后再到这个功德银行图，然后再到这一个一本万利的训，我们已经是第三层的这个训中训了哦，去衍生出这个一本万利这个内容。好，你看。我们这边的训文呢，是在十一月的时候，2013年11月的时候完成的，在事隔了大约半年多的时间，2014年7月，在台南哦，就在台南济公活佛的灵坛，就是说，我原来这个当初在日本所组合出这个海内外组合出的这两三篇的时训，再从这一篇。功德银行读的训当中，再批出了这个一本万利的训中训，你看这个仙佛所产出的这个东西哈，这个资料哈，实在是太不容易，太玄妙，太难以理解了。好，那我们来清楚的看一下这个一本万利里面的文字哈，来。他这里的文字的一开始是说，修道虚名本心，自信圆陀放光明，明智不计谋，当务不障真人，诚意舍量多少，皆一样事，供养无畏师，财法师，无相送，除业妄智，成三生勤修。当舍六根六尘，真善因德积广，慈悲者终数世，无形福慧常常，中下上宽陀囊，半满善上思量，存折爱公道正义常含，永不亡天人点点实现，善良风气流传，若积累可圆满刚者，无欲无染，提取清净心房，戒取严错警惕，苟会庄正防果物真常，须三言，生面朗朗即长，藏积山力，不悟者冥想前因然，先天至宝几藏，禅阳至善，成就众生人间万声响，人才培辅育，教化普利十方，勤恳日功，身以甘力胜贤方，除蓄道德海果，时常有莲芳香散，三师常于立标见影，
唱题道风炎炎，立意后世得章。哦，大家在看这些文字的时候，有时候会觉得啊，他好像在这句话多了一些冗字，或者是在这句话好像是个成语，或者是又好像是在讲俗语。其实仙佛都非常的有智慧哈，他的这个每一个字呢，都不是冗字的，他是为了要再去组合出不同的用意，比如说像是我们所看见的这个训中训。那在这一篇的这个功德银行图当中的训中训呢，后学的这个浅见哈，是认为他跟一开始后学所提倡的这个三世并行，你要回归到自己的本性善根，是这一个观念，再去回观到你所阐发出来的这一些行身坐卧一切，那都是为了能够让这个十方十界的这一些这个众生能够去受到你这一个善的这个阐扬，善的这一个表现而去有所这个影响啊，不敢说每一个人所做的好的行为都能够去教化十方，但是至少我们的每一个善念都是能够去延伸出这个和乐和善的这一个环境的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基地。那里面讲到的人才培辅呢，也是我们这个目前在道场之中，我们有这个次第的一个培育的一个路程，也能够让各位前贤能够有所依循的。那这个后面后学也会有提到哈。来，那之后呢，这个师尊其实他也有下一个词语，是在我们这个这些词训过后呢，他有针对这一篇功德银行再多训的这一个文哈。那因此呢，他这个内容是讲说，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功德银行的账户，是从我们来到这个人世间之前就已经有的。那这个账户你要如何去用，如何去提领，你必须要去输入你的密码嘛，那这个密码就是我们这个三宝了。你在实施的这一些这个账户里面的这一些这个回馈之前，你必须要知道你是必须要先持有这个我们这个三宝玄关、口诀、合同，这些去对应出您本身的这个自身的自信国去做一个展现之后，才能够去真正的去使用到你的一个账户。那这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你本身每个人在天上都是有所功果，但是你下凡之后，你要去使用到你这个功果之前，你要去使用到这个账户之前，你要先求道啊，你要先求道才能够获得这个三宝。要知道我们每一个天命名师是由上天去做一个指令指派出下来的，这些名师所传授于您的这些这个口授心印之法才是真正的三宝。我们都知道三宝有很多种了，日月星精气神，这些都不是我们在这边所提到的哦，必须要是所由这个天师所传授给您的这一个玄关、口诀、合同，这才是您所应该要运用到的这个密码。那我们在天上在人间，我们都有一个利息去做一个存款。为什么会有利息呢？因为每一次我们在做这个善事我们在下每一个善因缘的这一个善念，或者是我们做完善事之后所衍生的善果，它其实是会层层的去往外影响到不同的众生的生命的。因此他这边才会写到是一爱留得永不完，您所给人的这些好的因缘都是让这些众生能够去衍生出更多更好的因缘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基底啊。
那这一个账户我们要如何去做使用呢？这边就有提到了，你要去做存款，你就必须要去积功累德。但是如果你本身在这一个生命当中，你有一些不好的地方，是必须要去做这个人生的课题的一个修行的。那这些脾气、这些毛病、这些你所可能生命之中你必须要去做改善的这一些课题呢，反而就是去让你降低你功德银行里面的这一个提款的动作了。为什么？你所在这个不好的症状衍生出来的，是不是很有可能去影响自身的情绪之外，也有会影响到你身边周遭的众生呢？那这些众生所被你影响的这些生命，会不会也有可能因为你的脾气、你的毛病而衍生出不好的一些念头？那这些念头虽然是由他们去产出，他们自己会有一个恶念，但是你影响到了他们的这个环环相扣，是不是也有可能是一个原因呢？那你这样子的影响到自己，影响到他人，是不是也是去消耗自己的功德呢？好，那我们在这个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我们是不是也必须要讲到诚信的部分？那如果你欺心不实，修行的时候都自我欺骗，面对别人的时候也是互相欺骗，你没有用真诚的心、真实的心去做一个面对啊，我们都会说有一个就是讲这个人太过于玲珑。那他的玲珑的这个展现，究竟是他真心实意的去跟各位去做一个互动呢，还是他其实是欺心不实的去做一个表面的展现呢？那这个欺心不实的后果，就是他是做一个预知预戒了哈，去把我们未来的这个功德哈，去做一个消耗了。那我们要怎么办呢？我们如果在面对提款借款，我们都会需要去好好的反思啊，那就是等于是我们需要有一个大额的存款，也就是阴质。为什么说是阴质呢？就是你在行功立德、累功积德的这个过程，你不去讲究，你不去去要求这个回报啊，你去用自己的真心啊，这个真主人去发出一个善心，这才是真正的阴质啊，这才是真正的善因啊。那我们当我们在这个业障业力显现时，虽然我们说愿力可以了业力，但如果你这一个人本身是功德是非常的圆满的时候，在你立愿的时候，你能够去做一个加成的动作啊，并不是说不立愿有功德就可以了了哦，而是你要有立愿还要有功德，再去做这样个业障的去做一个应急，这样才能够让您的生命之中更加的顺遂啊。所以我们要怎么办？我们要三思长舍存得满，我们要时时常常的去做一个积功累德的一件事情。那我们这个积功累德的事情要怎么做呢？哦，这边后学的这个顺序用错了哈，这是我们在同一天11月10号的仙佛这边下凡来提讯的。好，来，首先呢，跟各位报告的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三师哈，是财师、法师、无畏师。但是在做这个三师之前，其实还有四师是我们的内在的功德，各位也必须要去事先了解的哦。就是心布施，就是你的浅显的这一个心本身是非常纯正，没有污染、没有偏念的，这也是一种布施。因为你的心是正的啊，你的心所产制出来的这一些阐发出来的这些想法，都会是就是让各位有这个正念的，他就不会去制造这些心灵的垃圾，也是一种内在的功德。面师就是要面带微笑
带给他人快乐，自己也快乐嘛。严师就是以鼓励代替苛责，尽量的说好话，不要批评他人，这也是一种布施。那身施的话，就是身体力行，以身作则，推动他人啊，去让鼓励他人去做到好事，或者是你看到别人有难的时候，就要去扶持他人。好，这就是我们这个四种布施在内在功德的部分。好，那在前面讲的三施呢，它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助道的一个方式哦。为什么呢？啊，因为财富是果，财施就是因。如果你这个人时常去做财施，那您未来就会更加有所财富。那如果您时常去做法施啊，那您未来就是会越来越有聪明跟智慧。那如果你时常的去实行无畏施，那您自然就是会获得这个健康又长寿的。那我们这可以提的是修三因者必得三果嘛，三因就是财施、法施、无畏施。那财施、法施、无畏施要怎么去做呢？后学这边已经整理出来了，我们能够非常简单、非常轻易的就能够去做一个执行。每一年都有新春愿，我们可以在新春愿或者是在每个月的班会上面，直接很自然而然的在这个铺满当中，或者是这个贡献箱当中啊，去做一个布施啊，大家量力而为哈啊，这个无论你这个是金额的多或金额的寡，它都不是最重要，重要是你有这一个善念，当然是能够多一点的这一个布施的这个念头，您的这个愿力越大，那自然你未来所发展这个去这个功德的这一个累积，它是会有所加成的。好，所以念头很重要。那初一十五的贡品采购也是一种财施。或者是说您自己在家中能够有一个福田铺满啊，这个铺满你时时常常的去啊，去把它去做一个投入啊，去帮它去做一个补足，那它也是未来能够去成就您法师的一个很好的基地了啊。对不起，是差师的基地，不好意思。后学再接着说，是法师的部分，我们在常常我们都会很想要去把这个好的想法、好的善念去传达给其他的前贤，但是后学这边会有一个不同的想法，就是我们在做成全之前啊，后学会建议先做倾听的动作。当然是如果是在一对一或者是我们在私底下的时候，那我们在私底下的时候，不是在课堂上的时候，您去做一个成全，必须要先听听这一位前贤他可能现在正面临着什么样的状况。比如说您来求道的话你是为什么要来佛堂呢？是因为有谁认识谁而来吗？有这个人情的在，还是说您可能自己本身有一些追求，想要找到这个真理，还是您只是因为好奇心而来？必须要先了解这个人的动机，并且了解这一个求道人本身他的这个身份，可能他是什么样的工作啊，什么样的学历呀，或者是他求道人的使用的语言是中文呢、台语呢，还是他可能是一些国外的语言，或者是他可能有一些特殊的身份啊，不方便有就是什么样的状况啊，我们都可以事先的去做一个了解，以便我们再去做这个渡人的时候能够因材施教。举例来说，如果我们遇到这一位求道者，他可能是一个知识分子、高知识分子，他可能就会比较建议是以心理心法的一个富足的方式，内心富足的方式去做一个衍生，去做一个解释阐述。但是如果是一般的，就是我们这个普通服务业，然后可能就是已经是在人世间已经有打滚很多很多，已经饱受摧残，他可能比较明事理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因果轮回或者是鲜活显化的这些概念再去相互的交互的运用，会更加的有这个他这个充实的一个部分的。
好，那再来是我们在做线上成全的时候呢，也是一种法师啊，或者是说我们去让这一个人能够来求道，让他可以找到真理，成为一位引导师，这也是一个法师哦。或者是您在平常不是只有在佛堂哈、你平常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每一个生命，它都是你能够成全的对象，您对他去做适当的鼓励，适当的好话，也都是法师的一种哈。那五位师呢就更加简单啦，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就是能够做的事情嘛。那你这个存好心做好事说好话，你所发出的这一些善的这一个行啊，都会是很好很好的一个机缘，能够让各位前贤去产生出更好的一个想法。比如说这个人就是能够做事情就是勤勤恳恳，我们就会觉得啊，这一个前贤好不一样啊，他可能就是一位修道人啊，能够让他展现出来的这一些行为、这些动作、这些表情、这些想法，跟与其他人不同。那我们要如何的去做实行？在什么地方实行呢？当然，每个月的班会，或者是我们可能在暑假有的营队，或者是在你平常的时候所做的事情，都会是很好的一个机会，可以去做一个无畏师的展现哦。那刚刚有提到哈，我们要去做法师啊、无畏师，都可以用成全的方式去做执行，可见成全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成全的部分，后学这边又在整理了一下，我们这做积极的成全的过程当中，除了要。